师傅。王五，我受够了，我受够了。没有啊。你找我啊。我是找你啊，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聊呢。我也在找你哦。师傅，我错了。流星，快许愿。干嘛你啊？碰瓷儿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嘘，我求求你千万别跟我师父说我在这里。你这师父最近培养你很用心吗？我呸，天天打我还用心？这你可就错怪你师父了。而且在这一点上，你师父比你强的那不是一星半点。想当年他练无相功的时候啊，可是漫山遍野求着掌门讨打呢。是啊，这功夫确实要被打才能有进步，但我师父打我那个浓厚的兴趣，我真的受不了他了。我不得不怀疑他，他喝醉酒的时候他动都动不了，打我的时候就那么使劲，我真受不了他了。大白天你干嘛关门啊？老板娘，这不怕你跑了吗？切，你说什么？老板娘，我师父给了你多少钱啊？不多，也就100来分。那我没有，不许打脸啊，讨厌。